三二一 ，We are the Elf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Elf， 我是团长戴夫，我是贾斯伯，我是 Yuk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波，我是老鼠，耶、yeah ！我们成军的日期是8月21号，那天就是大家拍完东西，然后聚在一起吃饭，一起讨论这个团的概念。所以我们就定那一天是成团日期，这样。现在 K-pop 圈子其实蛮多人的，就是这个 cover 圈。所以说现在其实你没有团的话，你随便找人都可以跳一次 cover， 这是很容易、很简单的事情。我们认识蛮久了，然后有一些是刚新认识啊，然后就是可能合作几次，觉得我们好像蛮合得来的，然后又心里又觉得说不想要自己一个人一直去找人拍 cover， 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团员啊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有共同目标，一起去完成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创了这个团。我自己会觉得我们没有说我们团体有最拿手什么风格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自己跳舞都蛮有自己的味道的，就是有人可能是律动很好啊，有人是控制力比较好啊，有人是爆发力特别好，所以每个人适合的风格我都不会说我们团体适合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的都不太一样，我们大家的背景都不太一样，有跳街舞出身的，然后也有跳兴趣这样。我本人是因为前年的因缘际会之下，我开始接触 cover 圈，然后在接触 cover 圈之前，我是零基础的那种。原本前一个拿手的项目算是运动吧，曲棍球这样，然后才转来这边。对，跳痛很大，我也觉得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会去看这个韩团的角色，他的定位是什么，适合做什么样的表情，或者是哪一个动作是会很吸引人的，然后我们团有谁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，我会依这样的情况去评估，然后综合去选角。如果我们之后就是有人喜欢同个角色的话，我们也会希望是从 battle 的方面去执行，就是可以大家去竞争。我觉得是 Nmix 的 Dice， 就是那一首歌，他动作很多，然后他的细节也很多。像他可能副歌，可能只是很多人只是看他其实只是手出去，可是其实他的上下起伏他是有规律的，整首歌的走位跟动作几乎没有在休息。到后面还有一段 dance break， 很累，要转圈又要下地板，所以在雕舞跟练习的过程中都是需要很多体力的。有像小波就练到真的快要吐了，因为他因为我们转，然后我们要转要搭的角度要一致，然后又要速度一样，就是要雕到好的时候，我们又要练习很多次。有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头晕，就真的会想吐。然后他一开始又抓不太到感觉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跳了很多次，但是一直不对。然后我们又一直叫他跳，一直叫他跳，然后最后他说他真的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是没有啦，不至于啦。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做好，是会觉得累，但休息一下我们就继续。其实花最多时间最烧脑的部分我觉得是排时间，就是我们有人是学生，我们有人有在上班已经有正职的，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长不一样，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排说谁这个时间有空啊，这个时候的哪一天有空啊，然后大家就会乱成一团说好，那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取舍，取最多大概3天4天这样去练习啊，一定还是会有人不能到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可能真正全到可能只有1到2天，所以排时间真的是蛮烧脑的。其实因为我们本身就自己是喜欢 K-pop， 所以我们就很常会去看很多韩团的舞台，不管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这支舞，或者是可能其他我们自己喜欢的歌，我们都会去看他们的表情动作。如果我们要去揣摩这个角色的表情的话，我们会去找他们的 fan cam， 大家就会去仔细看他对这个动作，或者他对这个歌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情，或者是我们若有可能其他人有看到我练习，觉得这个表情如果不错，就也是会这样互相提醒这样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跳 K-pop 有一个就是你要很自恋，有时候可能在洗澡前我可能在卸妆，突然想到 NT Project NT T T， 就是在自己对着镜子练啊，就是要感觉来了，要自信起来。但是有时候对镜头又会比较有点别扭一点，所以就是要我们克服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跟镜子和对镜头又不太一样。这个问题超多人在问，我们还有收到就是私讯来问我们说衣服到底去哪里买的，所以这边来跟大家说，就是呢，淘宝，或是对士林夜市。我的上衣是自己做，我买一件白色小背心，然后贴纽扣上去，因为有时候找不到，但又很想要还原，就自己手工。他的主打是那个玛丽莲梦露，然后他就是金发嘛，然后因为 GI 的他们全员去漂了金发，但我没有办法漂头发，所以我就去买了假发。
我觉得除了大家彼此这样子花很多时间在舞技上面、雕舞上面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团队情怀吧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贵的，因为在美式光鲜亮丽的作品背面，你不没有办法看到的是他们起了多少过的争执啊，流过多少汗这样子。我们要哭哦，对，就是，我觉得这是一般不在团里面的人是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愫的。那你们中间有吵架过？超级长。每次不太一样，一个月一次吧。你还是上过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嘛，有时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缺点，然后就影响到彼此。例如说谁很急躁，谁很暴躁，然后谁拖拖拉拉之类的，然后就会彼此的时间比较忙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晚上的时候用 LINE 去群通。这样可能就是如果发生争执的话，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在上面就是各自去讲我们每个人的想法，中间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去处理好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。如果不是一个团体的话，他们可以 cover 完这首歌，我不喜欢跟你一起跳，或者我没办法接受你的方式，我们就不要继续合作。可如果我们是一个团体的话，我们就必须去面对跟解决这些问题。可能过程中比较繁琐，然后也比较多情绪，可是我觉得过了之后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。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跳街舞出身的话，就是跳街舞跟跳 K-pop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街舞比较重的是很多算重根吧，就是重基础，很多内在的东西。可是 K-pop 是一个表演感很重的东西，就是你的外在，你不只要就是你要会跳，你还要外表，就是你不能太街头。像我之前也是跳街舞，但是我也是因为从小看了 K-pop 二代团的舞台啊，觉得哦，好漂亮，然后就开始也是先跳 K-pop， 然后就自己乱跳，然后稍微长大一点才开始跳街舞，然后之后又想说哦，反正 K-pop 还是可以跳，因为我觉得 K-pop 这种东西就是随时随地，而且它又是一个可以短时间就出来的一个成品，又有一个好的成果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那么多人喜欢跳 K-pop 的原因。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漂漂亮亮、帅帅气气，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嘛。有人喜欢就是表演的感觉，那就可以跳 K-pop； 有人喜欢跳舞，就是更注重舞蹈啊的细节啊什么，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跳街舞。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两者兼得，大家就是自己摸索吧，都尝试之后才会发现自己喜欢什么。还有人想讲吗？那我们今天要跳的是 New Jeans 的 High Boy， 耶、yeah ！I just wanna hear why. Cause I know what you like, boy.
这首歌的话呢，我觉得是律动的蛮多的，比如说一开始的动作啊，往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就是律动、律动、律动 ，and 就是它是律动特别多。嗯，然后副歌的话呢，也是像这种哇，身体的律动就会特别多。然后就是爱爱爱爱 ，No one to love for， 嗯 ，My， 我的 part， 律动，这种东西就特别特别多。然后就是几乎这整首都这样，所以跳完他可能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跳完真的很累，像在跳有氧一样，一直在那边那种概念。Love you,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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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